望远镜，打备战多打三十。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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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各位观众，你送他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宇。Yeah, 所以健康 AJ 没错，我们要来开宝可梦最新蛋。你抽不到全图，我抽到全图，你抽不到全图。它是什么？剑盾、惊天福特攻击，都是的。帕萨球吧 ？OK， 应该好，应该是哈，应该是吧？应该是，应该是。那感谢靠过来赞助播出啊，真的是靠过来一直以来都很挺我们。阿里卡多，有兴趣也可以去。GoLive 靠过来打牌，他们现在那边有常打魔法风雨会，或者是玩一些桌游，甚至之后好像听说要跑团。对对 对, 對, 對, 對，他们现在还有在弄 TRPG。对 对, 對，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去靠过来玩，可以去关注靠过来的这个相关粉丝团 GoLive 靠过来。对，那 PCG 的部分的话，他们是已经没有，现在好像没有在道馆赛了，可是一般的还是可以刚刚对一般的小比赛应该还是有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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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我记得他们不是会有没有啊？宝可梦没有啊，都没有了，没有啊，全包。好，可是他那边还是可以打牌，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耶。Yeah! 好啊，是不是来开箱？开。好，我们这一人一半，直接开好了。对，没错。其实这一弹的差异性并不大，因为我们已经跟上日版主要是斗系差比较多、啊。我们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快的斗系跟国家。应该是第二了。对，因为比国际还快。第一是日服，第二是台湾，然后第三是那个日服。日本，然后第三是国际，哇，台湾自己独特的环境。哎呀，哎，你知道上次才在逛的 FB， 然后就我发文说那个感谢黑羽大大带我打 PCG， 第一次就让我赢，然后是十月初的、哦、一周年了，十月十几号的事情，一周年了，快要满一年了，刚好我玩 PCG 快满一年，然后这个 PCG 出应该满一年，刚好今天、哦、今天十月九号，他十号的时候国庆也是在这天办活动哦，上次我应该是今天晚的，那我今天满一年，哎、欸，今天刚好满一年，刚好满一年，我是办完满，那再过几天，我过几天满，那个时间线就是，哎、欸，我推荐，哎、欸，我找你玩一个好玩的那个打牌，好啊，你教我，然后打的。我输了，然后打第二场，这次又输了，打第三场还是输，这样。然后觉得，哎、欸，这游戏好好玩啊，一直赢，哎，好开心啊、喔，我要玩。然后就玩了一年，哦，看我跑掉、喔，哎、欸，玩了一年，好快、喔。哇，而且我刚抽到回忆胶囊，哇，好应景啊、喔。回忆胶囊，就像我是富有这张卡的宝可梦，可以想进化前持有招式，不错。抽到这个尖盾剑怪 VMAX。VMAX， 它主要是两钢一五，然后打160加上自己获得的奖励卡乘三。那你说这一次在这一站很好是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你大部分之前玩钢系的主要就是怕那种基础怪不能打的啊，对吧？熊，然后或者是那个 V 卡 G 叉不能打的那个速消之类的，你就因为你减不掉它嘛。对。然后但你多了它的 V 卡。是直接无视这个效果對，然后但你还是会怕霸王花啊，进化的话就不怕霸王花，不怕霸王花，所以你只要放一组这个尖盾剑怪就完全赚，就搞定了。哎呦，放一组就够，可以哦，很好用。哎、欸，嗨呀，业界一是你们刚刚说的，这是很需要的，没有，请给我的。我跟各位讲一下，他第一招极速飞行一五冲，这个招是在先攻玩家最初回合也可以使用。将自己手牌全部丢弃，从牌库抽出六张牌。没错，还是用来抽牌用。然后第二招是两火一五，选择一个这只宝可梦身上所附加的能量，将其丢弃，然后打160。你说这只你会用在什么地方？就是拿来抽牌。就第一回合先手抽牌。可是我觉得你后手踢的比较屌。你不一定能决定先后手啊。哦，而且你可以先花完啊。而且通常都要进化，你要进化的话，会尽量抢先手。也是啊，他就可以弥补你先手不能大量绿牌啊，这样你就可以花完用它，东东鼠，然后之类的，然后最后再用它这样。对，特殊钢能量这一弹，三十张下可以了，只要装上去弱点全消，很屌。尖盾剑怪 V， 刚刚讲的打130，然后无视附加效果。然后你有抽到联盟资源。联盟职员，宫门竞技场配合、啊。宫门竞技场这个场地可以多抽两张，总抽四。哎、欸，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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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了。皮卡丘 VMAX， 惊天福特攻击。对，真的福特没有，它叫做超级巨福特攻击。哭啊，那金币啊，看。
今天挑三雷基础打120，如果希望将这只暴风身上所附加的能量全部丢弃，在这个情况下，伤害增加150，270，打270，而且它可以打电针，你打两根针打330，好像有点比较慢，你可以打死很多 BMAX， 可是三颗电能对电器不难，不难，对，是不难，这个会有人用吗？一定会啊，会的，不配的，打两百七很多，打两百七，真的会，一定有人玩的、啊。啊，这个葱油兵 V， 有葱油兵这一弹的这个强力斗系的宝可梦，它是像喜多郎那样换到战斗场可以把动。这个真的蛮屌的。对，然后它的第一招是两斗一五打200，然后手酸。这一弹的斗系是打什么？斗系就打这个加巨炭山。巨炭山。巨炭山，然后混这个葱油兵，然后加彩豆。哎呦，战进温泉，双方的基础宝可梦受到对手招宝可梦招式伤害减二，少20。减伤牌，减伤牌。好，这个刚讲了，功能竞技场 V 从 V 进化成 VMAX 可以回100。果然有那个功能竞技场，可是竞技场感觉还好，100，应该很少很爆。对，感觉，哎呀，这是刚刚 AJ 讲的。你要先讲这张最强的一张。哦，两张都有是不是？你要先讲第一张。来，铁面忍者，它的效果是这样的。特性脱壳，在自己回合时，当从手牌使出这张卡并完成进化时，可使用一次，从自己的牌库选择一张脱壳忍者卡放于备战区，并且重新洗牌。对，然后看脱壳忍者的特性，它的特性是这张卡只要只可依据铁面忍者的特性效果置于场上。可是他怎么打？这张很强吗？他主要就是三颗五把别人变死敌。哦，三颗五把别人变死敌，生命榨取。他从接一张尖盾剑怪，这张卡在以前以来都还蛮特别的。对，他连在那个什么宝可梦游戏上进化，好像有特殊的方式才能进化。哎、欸，超两张一模一样的 V 卡、欸，也不是 SR 的。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哦、oh, ，恭喜！ What the fuck？ 算恭喜吗？望远镜打备战多打30，出碟。干！哎呦，各位观众，你送他抢穆里纳全图，说中就中，你拿错了，这盒是我的，没有这盒，而且这盒是你去靠过来拿的其中一盒，屁啦，只是我放那边的，干你啊！我不依，这张是我的，哎呀，怎么可能是你的？哇操！看怎么那么香，好美啊！看我有踩到我就算了，哎、欸，看这好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好气！效果是从自己遗弃牌区选择水宝可梦卡或水能量合计最多4张，给对手看过加入手牌，太香了吧，布里娜！好气，再卡砖。卡砖卡砖，我把竹篮拿出来。哇，赞赞赞！你看我刚刚说什么？去死！不是，我刚刚不是说这句话。刚不是对对对。我刚刚是说，是不是在那边？好是。哇，最干的是你两个抽一盒，竟然在我这一盒。干，1/50，对不对？2/1，1/2，智商错乱。你抽的气到智商错乱。哎，踩到，是踩到，踩到。当五张，应该不可能会有两张全图吧？不可能。将自己牌库上方5张卡丢弃，将其中的能量全部以另一方式填于备战的斗气宝可梦身上，好用。路，是不是我另外一盒就踩这个踩豆？并不可能，不可能。皮卡丘 V，、啊、正常会有一套。效果是充电，从自己牌库选择最后2张那个雷鼠能量赋予这只宝可梦身上，并且重新洗牌。第二招2/15，10万伏特，哇，打两百，然后将所有能量全丢弃，脱跑丢位。觉得你有使用电的证照？我没有，那你可能只要10伏特哦。第二招使用5伏特，望远镜。结束，露里娜就是好，就是香，就是赚、欸，很扯哎、欸，我真的觉得很扯，1/2的几率，干，好，我要的东西都在这。如果我这部影片提早发，我就是全台湾第一张露里娜了。
再不剪啊，干，再不拍片啊。再不拍，对不起，对不起。哇哇，扯扯扯，好啦，谢谢 AJ， 谢谢 AJ 今天来陪我开箱，谢谢。每次都这样占人家便宜。哎、欸，我哪有占人家便宜？这倒是没有，真我哪里占？他说心灵上让人家不开心，心灵上让你不开心，你不开心吗？不开心。这个时候还好是先猜 A 这先猜。哦，真的哦，不然你更崩溃。干、欸、对，我刚才说你要不要先拍，他说不要，真的不要。先拍你的，原来他们算计我。我没有，我这原本那一盒就放在那边。哎、欸，那、啊、你要不要先拍？不要，我。我最好可以天能力，天能，你知道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对，我好奇。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今天影片，下方记得帮我按个订阅，喜欢不喜欢，可以去 AJ 的频道看他的，他有开，他有开，我们就是二分之一的几率去抽的，对，欢迎大家可以去收看，这样，那我们就下部原件，拜拜。